怎么样？多少钱？3块。嗯。老板，我忘带钱了，能不能赊账？不行。啊、我是海瑶，给个面子嘛。我管你什么瑶，没听说过小本生意，概不赊账。意思是不给面子是吧？你给我等着。叫着人带上家伙给我过来，这里不给赊账。姐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不让赊账。家伙带了没有？带了。还有没有？不够。你呢？还差一块。3块是吧？给你，有人差钱。